讲师慈悲，前到鞠躬，躬到鞠躬。讲师好，讲师好，好，请坐下。哇，这分解这分水吗？
啊，这啥个啥地呢？道地对吧？那无我得着道了，就是道了，我袂安尼算。我问国家的，啊，所以咱一定来看，绝对袂使看无鬼。心甲系道雕，有道就来做，有时间就是讲我就来度什么人。啊，我吼就来看我过什么过。你看，第二种政治，第一种政治有够吗？我是三心五心，唯一五心不雕哦，不朋友交就不行哦，团不信哦。所以后来学者都讲，先三条件堪称组成一个性命，忠心啊，哦。所以咱一定要看了后，你搁甲看，搁甲看，搁甲看，慢慢来去了解咱的人生，结达就对了。所以我即只甲咱精神来讲，哦，好加载，咱今年也得到，哎呀，什么好，是你好皮，真的好皮啊！哦，你无法度一笔一笔一人过啊，嘛是甲咱咧过，啊，后生仔咧，还是先顾着自己，哦。咱所有看有对的，就是咱的家己所在行啊。啊，咱看无对的，就是咱阿其他方去地角受的真实的辛苦啊。哦，所以咱一定要讲阿贵，绝对袂使。过来，啊，咱他都在讲，啊，十八，十八，讲到十八章哦，嗯，啊，咱来视频来讲。十功之文之主路不对者，因十功不足，以知性命，因无法度了解一个性命。我当心内理解，心内忍，我不忍，唔知性命，学道是实在难的。哦，唔知，哦，因知性命，也是为了慎重起见。主路嘛是作慎重，伊是错路错路，伊作错路，碰唔住。伊会甲碰出啥物啊？哦，甲我讲出个讲压财油啊，讲你这那种压钱的，我是不够用，我压财油啊。哦，我讲出咁个啊，所以咱也了解，啊，这人真性情，是对的人，伊就较袂计较，哦，较袂计较，好。所以诸多呢，因心中计较，财不利，恶乱不见。所以呢，伊作善良了后，伊才知影讲，袂使胡乱讲啊。孔子担心世人对伊有所误解，孔子呢担心世人对伊呢有所误解了，所以呢发表伊的心得，哈、哦，表伊的心得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伊才主动讲出伊为人求法的态度，只看圣人的发问方式。若为网友，皆是何等的伟大、乐观奋斗的精神。所以今仔日呢，也发心来修道，哦，可见呢，咱个人的心境呢，唔是普通的外人想会到，人讲咱安怎都袂到，人讲咱怎都袂到，咱只要用不愧无天赋，不出一心就对了。明珠在讲啊，哦，用不愧无天赋，不出一心，哦。安尼，咱的人生的解答就是这个本质啊！哦，所以绝对袂使误解啊！哦，哦，是何等伟大的奋斗精神啊！尤其不知乐之将之分呢，食啦都唔知讲何啦，你拢莫甲记咱几岁，唔知何啦，干那讲认真来生多啊多啊，莫甲记不几岁，记到几岁才结婚，可能在乌鸦，可能在赚钱，可能在啊，讲我生了一大堆，那莫甲想啊钱。哦，后生过来啊！阮老爸生我后生两个早囝，伊要对抗啦，无人要甲交去啊！你家己去，啊，我拢家己啊！相相配啊，甲结家庭我讲，以前阮老爸在艰苦时阵，我讲伊在阮台湾，我讲伊生活艰苦，国家安怎都安怎，要死也毋死，都同早来念，我讲都三年，你来哦。人真着倒来欺负，但阿你出现时，我拢摕来甲你欺负。伊讲好啊，哦，伊讲好啊，我摕去阮着人头讲，啊，这是伊要行功啊，还是家己要家行功？讲伊讲要行功的啊，哦，我所有的钱，伊出现的时阵，我咧去中心，
六十七万，我那天三万多七十万，你甲因讲。我老母讲，阮妈妈讲，啊，你拢摕得去，我无人听。我无理由，反正我后生无人互你食。哦，叫我真正天了最好。家人伊拄仔来欠欠欠嘛，我老母安那欠，啊，我七十万的时阵，我当然蛮多啦，我就讲。那这个皮啊，伊拢无话咩，拢无话咩，拢无话咩。有一日，阮小弟甲打电话讲，哎呀，阿婆咱这边艰苦。我讲咩啦？你开门，我过来看咩？我开个店，你阿姐阿弟阿爹问，我你哪样？阿爸困啊？你是讲去关厂喂？我讲你今日艰苦，我你阿婆在艰苦，今天困啊？我小弟就讲阿婆做得好诶，伊阿爹去困都是有损损诶。哦，哎，若补回转来，伊就咧较好食嘛，才好食。哎，若补回转来，就迄人面咧快，较下看贵，爱食啥就较贵去嘛。啊啊，就讲你都咧艰苦，无你真咧困啊。伊讲我咧艰苦，啊，家己也食，了食一下，过咧扫，啊，就袂扫袂痛。啊，我就讲，好啦，我讲，我等下开车载伊来医院。我那医院咧是第二院，载伊医院用看，注射就是个等等。伊先讲心肌梗塞啦，哦，讲心肌梗塞就不一样个啦。啊，伊讲照顾到病床啦，到病房啊，你着再小讲啦。啊，我说等下着打电话吼，互恁娘做。你莫恁老生，咱无道理，恁老生伫遐做滴唔对啊，啊，着唔好笑啊。哎呀，讲啊，安怎安怎，我来讲我听。伊讲啊，唔通唔通讲在，多少医疗，哇，真正着，哦，迄个。诶，急诊室个医生出来讲，你叫我们叫人到这医疗拢好，我都医起来，医起来，从我电话过来怎么走？所以话，我拢不要这个数嘞。我嘛是伊啊出来钱，我拢甲第一甲写写嘞，哦，啊真钱嘞，不啥个，啊伊都真嘞啊，伊底下那个给我通挂迄个办丧事个代志，他个今日无去开，哦啊出来钱我拢甲写，哦，哎，啊我唔走啥个。是哦，以后有人讲阿婆来，我跟你来点头啦。你别找鬼啊！我那么对起啊，我。真正这个事情嘞，我唔是咧讲笑啦，真正我那么对起啊，大家唔是拢讲好好的呀。啊，爱去的该去，阿爸嘛，就是家己担，讲家己去。啊，咱一定要记得住，就当是咱的，以后我们来的。啊。啊，所以讲，伊讲，由于不知道是种子，食了都唔知。但看人家有那修行空，就像空竹安尼咪，哦，空竹安尼咪，哦，感激用功到浑然忘我是最高的境界。咱修学道当中呢，伊只用功，何达到咱真正忘我境界？哦，求道学道要发愿忘心，那就厉害了，要发愿忘心。我都啊，我都得到要乐于忘忧，乐得得到还乐于忘忧，世间无啥人烦恼啦，要烦恼烦恼未了啦，还有啥烦恼？拢未了。啊，出伊门了了无，因后边做第只啥呢？哦，伊嘛是要搁做大官，做一届要搁做第二届。哦，啊，有下心，下是讲你无去，讲咱唔知影啦。啊，就是安尼啦，就是这样。哦，那样子，啊。这就是圣人所保持的这人生观，当然个圣人伊保持人生观就是，完全是一种标准的十四课的这个精神啦。有多人求，有多人学，哦，十四课的四八句，咱有这款决心，啊，难怪这会有哦不低乐极终极的这个程度，啊，所以咱看经典，咱无经典。好，真的来行经典，来照经典安尼做，安尼咱的人生才有解答。好，再来第十九、第十九章，祝愿，祝愿，我为生而得其者，我为生而得其者，我故命，我故命，以求其者呀，命以求其者。啊，孔子呢，伊讲了后，伊来家己咁样讲吼，我是下来。我能了解，我是明白。人生拢都是拢学来，真正愈来生活知影人少啦。听讲白居易啊，白居易啊，伊就真正生活知影，
伊迄时吼，先来讲打，打会打，打会行，讲话也先怎？天气好看，啊，记得记一个无字啊，哦，啊，记得记一个无字啊，哦，啊，别字拢记拢记无字啊，再来讲起无字啊，你爱当头个，安尼白痴一样，哦，是白痴一样，所以讲就是讲，咱无迄个境地，咱唔知是几地来，当然啦，咱无啦，咱唔知是想会出事个，咱当然出事啦。哦，咱家己知影咱命拢无当个嘛，哦，所以咱一定爱注意。哦，咱有哪是，唔是生于地气个人，咱是好恶，了解孤独好，啊，并就是认真来研究出来。哦，咱今日就是，今日这个是着当道中底底行道底虚实方面，拢是认真研究出来，认真研究出来。咱唔知影，咱知影来个认真研究出来，哦。是的，当时之人以辅助学问之歌，定是先帝的圣人。较早的人呢，看辅助学问两款，哦，想讲一定先帝的这个圣人呐。儒夫子却不敢比先帝自己啊，可是孔子呢，伊唔敢讲伊先帝自己啊，生来就知影来自己啊。人辅助之学问，辅助学问是乃由学弟而来。辅助学问是由学而来，伊一生好学不惯，伊人是家讲伊好学不惯，伊拢安尼安尼好学不惯。咱人学未使赢，未使先，未使停滚。哦，就八一篇来讲啊，注意太庙每书文，第哦八一第三章，孔子就太庙每书文，但代志拢过门，足见理化的精神啊，但又无。学问渊博啊！为国大夫公孙雕，公孙雕文主讲话，辅助言谈。哦，孔子这个好学精神呢，啊，伊学问遐个渊博，渊博。当时为国个大夫公孙雕来问这个主讲话嘛，辅助言谈，无恁老师言谈，到底是从何啥物来个？啊，主讲话讲，文武之道，以对有德在先。贤者之待者，不贤者之孝者。哦，莫不利文武之道也。夫子言不合，而又何相属之有呢？主公，咱来回答啊，看嘛。讲分文武之道呢，文武差偌济物件呢，无向无去啊，拢传伫咱人内面啊。哦，有个人贤者之待，心之待，哦，识之待者，哦，也。识个捌个了解较济啊，啊不贤的人呢了解较少啊，啊，无不以文武之道呀，大家拢是捌研究文武之道，会捌较深，会捌较浅啊。所以孔子总讲：中人以上可以相与，中人以下不可以相与。啊，看一款人，讲一款道理啊。辅助也不合，只有何相属之有啊？啊。辅助呢，太无好啦，太无好。咱大家就来研究啊，可是咱先生呢，伊绝对更加爱研究啊。所以孔子世家记载，哦，孔子这本世家记载辅助学官者有党主啊。孔子世家这本册，哦，记孔子呢学官者安怎做官的这个制度，伫党主遐学来，学勤务思想啊，对勤务思想遐有勤快啊，学礼有忠厚啊。对，啊，学教有重要啊，对教呢，伫中庸啊底才好来。啊，学底有落单啊，去文内伫落单了问出来。啊，再有颜渊问孔子，颜渊问孔子怎讲？啊，缺地学底为人，你是缺地学底点哪为人呢？啊，为人有意义，为人何在？我讲再来讲，孔子是颜渊问孔子本人呐、啊。而得到啊！哦，老子文理有老丹而得到啊！哦，讲想想，孔子博学多能，是有学无相属啊！孔子的博学多能，大学遐个人是看到上老啊，就甲伊学啊！哦，无相属啊！法律用功，好故好故命以求之啊！哦，以法律用功，一个人一定要这番精神。好讲，这个道理都记载在经典内面。好讲，
认真去求来，吼、哦，因为一切知识，甲个人的家庭意行，都必在乎往古之典籍，吼、哦，因为一切知识甲智慧，是个人拢交个人的家庭意行的，都记载伫遐往古的典籍内面啊，往古典籍内面，不含不足以知晓，无认真去研究，唔知影啦。哦，这书书内面，咱若你若无去教哦，含是时时去爱着了解，搁再了解，认真去个研究研究，到尾也去代行，啊，唔知影，道理唔知影，哦，不含不足以知晓。孔子讲了，圣人第几只上呀？合理第几只中呀？哦，圣人第几只？这是上少上上的人啊，合理第几只？第二种人。啊，自就地位程度来区分啊，人心地之人，天资聪颖啊，合地之人呢，要费功夫去努力学习啊。哦，生了就知影人个，这是天资好啊，伊历代有修行啊。啊，学了知影，但费时间去认真研究出来。只有落有红颜之差别，这是家己哦，用精神付出的这个差别。并非有过啊，无什么过啊。中庸甲讲啊，学生与弟子，学合与弟子，学君与弟子，即归弟子一了。中庸甲讲啊，哦，有细路就知，有恶路就知，用认真，用足侪精神去研究来到大大知。唔过到知拢少些，所以生弟与合弟，结果当都是同样天下之本事哩。不论天生弟合弟。拢是了解天下道理啊！啊、哦，孔子为强有人，自以为天资聪颖而害努力。孔子连强加大个，认为讲我拢天资聪明，我先来就知影啊，班端唔研究啊！哦，所以大家讲啊，所以自必率人以学弟，以免人，以免人面，以心相合。所以大家讲伊是学弟个。哦，方面呢是变地人，哦，大家心放较低咧，较谦虚咧，啊，认真来研究，这是孔子呢，伊平常安尼讲，啊，所以咱来读了后，爱认真研究，认真看，咱人来了解，来，自不顾怪力乱神，啊，自不顾怪力乱神，这是20章，这是孔子呢。修行啊，做作现实的，作真实的，袂使胡白讲，袂使胡白讲。做孔子呢，绝对无胡白讲，离开了这个真正事实的这个情形啊。啊、哦，孔子不悟怪力乱神，不悟就是怪异邪神之事，无去讲的奇奇怪怪代志，无去袂讲的迷信人的代志，向社会谣言入众，散布谣言。即民心动摇，恐怕这社会哦，恐怕这个社会呢，谣言呢是众，啊，散布在里面，胡编乱造别讲，啊，民心呢动摇。所以，咱呢，在讲道理、做人才、讲道理、变道人，有影代咱唔好白讲，有真正有影代志，咱才来讲了；有根有据，咱才来讲了，唔当互人甲咱讲。啊！你管多管讲个拢无懂无遐个代志，唔慢慢来讲。人什么行啊？好个人都无。啊！自不欲用力道用之术。啊！孔圣人呢，就是孔圣人唔讲这个用力道用的这个代志啊。向人心忠烈而不忠烈，向大家人心的拢忠烈而不忠烈。听向其言，哦，恐怕拢无够啊去，啊去有人。以失人文之典，失去人文之典，到我咧讲，我迄个朋友王和平先生，伊较早是学武的，伊下四关若出去吼，若阮西征的上方兵若出去吼，大家拢要看伊行文尔，伊看要行腿啊，要含手，甲要行连来拢变，伊都少年吼，即少年家是吼，东爱有军头兄弟，做兵转来吼。去江先生伫台大，学过科学，拢在咧有分头的，拢无啥物。
到有求道得道了，有知影道理好了，遐物件拢收收起来，啊，拢容易容易用粪扫吃吃的。我讲王先生，你拢甲吃吃几下个？啊，这不容易嘛，这不容易，这还是人啊，这不容易，这还是人。真正我怕嘞，我一来听，你怕人啊？真正我怕嘞，一年啊，我一看遐写嘞，我写写白啊，写白嘞，足长嘞。嘿，老师傅拢电话拢直接七种声音嘞，唔知伊一年来去上课嘞，足可怕，真可怕。一伊又得哦，得惊空手，得惊迄个惊会死半两分哦，哭甲麻麻嘞。伊讲哦，伊捌一遍哦，就我伫。伫我看呾，要新中，因小弟伫新中啊做兵，啊要去新中，伫新丰路要过新中诶，要过大来来怎样，要过一个桥，啊过来搭三轮车伫遐拖人啊，啊所以一个看护啊，就是人，哦我伫遐三四个，迄个搭三轮诶要甲趴呢，也伊讲开车去倒啊，伊倒个古年时个创个，啊伊阵啊未去得倒来倒啊。错，讲个拜天，讲做臭虫子，啊，做公司做个，啊，啊，迄个讲好，我看有滴只贵啊，讲安尼唔怕死，我去甲困着惊人命，安尼袂使啦，好，甲别人做嘛，做安怎？你去，你使，你走唔去，来，四个拢来，拢来，恁都来，恁拢贵拢好钱，拢是嘛，拢买，看你变安怎，拢是第一。哎，是我惊着，哈哈，我惊着。伊讲你哪都当上，我伊就是人到啊，他是有主意呢，啊都唔对都唔对啊，啊来咧何时咧拢未使，得个咪拍，咪拍来，恁死也来拍，真是奇怪哦。所以反正足够得足语气啊，哦，啊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啊，伊讲不计空性呢。不必强烈道德之术，强人民众力不重叠，强人老百姓惊人性讲好，都爱外用都外用，哦，讲闲讲又得不来嘅，偏向欺人，以失正本之德啊。第三是讲不必叛乱违逆之术，强不良分子之机，以彼强不良分子之机以彼乱世之机。社会哦，唔通乌白讲东讲西，讲些不义的代志哦，这不良分子呢哦，有当时啊，少些就来乌白讲哦，啊乱说一句，就是不顾鬼神迷信之说，唔通讲些鬼神迷信的代志，唔通讲些迷信的代志，误导人民就白血之见来误导这人民啊，就这白血之见，专来信不来人。拢专门靠神尔，无咧靠人哦。欲进无咧无力，大家呢哦，道德心做袂出来，道路真多道理行袂出来，即影响国家大业之影响，小影响咱个人，啊大影响了这个国家。所以这是孔子讲不计怪力乱神，孔子伊哦，伊足重要，这足重视这物件哦。咱第二个主题呢，是讲乱未结则性人不生，哦，性人不生则天难定，性人生千门万教，人生千门万教，人静下难分辨。所以呢，静就是万教之法的时阵，所以静什么教都有啦，什么教都有啦，哦，所以呢，咱来定来了解，哦，静下真歹分。啊，咱家己爱静，啊，做好事，相合一别起，邪者做多功能呀。啊，乃乱之所以生，啊，所有人拢是怪力乱神，所以呢，邪就是做多功能，就是乱之才生出来，啊，拢讲遐怪力乱神的代志，诶，这个现实啊，四怪之方，嗯。高血的是妄想啊！啊，做这个怪呢，啊，这个方法呢，来高血啊，灭血之爱百姓，后来妄想，自以心无啊，心无所住啊，自是心无所住，是这个原因呢，这个心啊，无主人啊，做不出来。
言不简言不当啊，讲话就乌白来啊，行为就乌白来啊，哦，邪偏地乱矣，哦，就做偏的代志啊，社会就乱起来，故树架互助不误，不误也。所以怪力乱神这四样呢，无助平常都未讲啊。因怪异非常呀，怪异都是常的代志啊，用力非得呀，用力不是得的代志啊，哦。背乱非敌啊，背乱未敌啊，三者皆非正理啊。哦，即圣人之心，之心广大光明，圣人的心广大光明啊。家己之外，咱今仔日咧修行，咱是要学圣人啊。所以咱的心嘛是广大光明啊。哦，温恶扬善啊，歹尽量莫讲，讲好个就好啊。自然不误业处啊。所以咱有哪学圣人呢？不误怪力乱神。啊，既有鬼神呢，虽非不正，乃造化之正。鬼神呢，虽然讲无正，唔是无正，但是这是造化的这个啊原则啊，是其之两面啊。哦，阴阳之气当中，伫遮别人物件产生出来啊，其利由心非吉不地地者，啊，其难以平之啊。难以平治啊！这个道理呢，鬼神的代志作甚物啊？人是真正地吉不地地的人呢，吉不地气的人呢，哦，无法度甲去讲啊，即非诸之邪啊，哦，即凡诸之邪之邪啊，哦，所以才倒来无别了后边讲啊，故不轻以有误人啊，所以咱学道的人唔通无别讲这物件，哦，坚定。地所以为人，哦，咱自然来讲，你安怎做人，即个地所以为人，就是人间就知影即鬼神的代志。所以诸罗文文神啊，啊，公众来讲，你地啊，你地人人地人地鬼啊，啊，爱心知影人，啊，即地知心知影鬼神啊。处事事都无业无情先告。这四样代志都，哦，对咱人生的教化拢无路用啊！无业无情，上是人生日常啊！哦，对这人生日常当中无路用啊！哦，无效啊！别有害无色多人心，是爱拢害无色多人心啊！故圣人勿常不勿怪，勿常空圣人呢？圣人是拢讲这道理，无讲这奇奇怪怪代志啊！勿得勿力。拢讲道德较重要，人讲咱就重要。啊，务必不复乱，拢讲要安怎来，互咱社会咱平静，唔通讲这段的代志。务人不务鬼神，讲讲人，啊唔通讲鬼神的代志啊。所以代志蛮难的，有哪好，就先讲务怪的关系。所以只爱一本钱，就是讲我爱看，就是爱看讲，圣人讲拢讲是咱日常做啦。就按怎做个代志，真正代志，是我咱真正由真道进入天道，啊、哦，而且是真正回转时空，能对到轮回。祝愿，祝愿，三真行，三真行，必有我师也，必有我师也，得其先者是种子，得其先者是种子，彼不先者是芥子，彼不先者是芥子。另外，达阵世间，伊讲孔子安尼甲伊讲，三人做伙必定有一个较贤的人。哦，啊，咱来选择一个较贤的人来好，啊，不贤的人唔通好。哦，目睭要睁较大咧。哦，社会无大家拢作贤的，爱对贤的来好，啊，对不贤的来改。哦，人讲就是讲先人是哦。先人是人之师，也后人嘛是人之师啊！啊，先到后拢是人之师，啊，咱呢爱学先，唔通学后。是孔子说明一个人，一个人会做人做事，要抱着学无相师的这个态度。啊，是不是讲孔子一先学无相师，才造成了丰富啊渊博之学问。甲崇高伟大的德行，孔子一世人，伊如讲得较和善，
啊，所以咱拄则讲过，学理有落单，学家有思想，啊，有遐，一个一个都拢有。哦，遮侪成就，遮侪人风云烟波的即个学问，甲崇高伟大的即个德行，拢是学来。伊平生教人，哦，也上演的人，自我成就可助效法，亦少行于事。孔夫子平常教人甲勉励人，啊，爱叫咱家己，啊，心求可助效法，诶，即个少行代志，即个人做人未歹，咱就来加学；做人歹，咱就来加学。吼，这是孔夫子平常安尼甲人讲，啊。所以讲，《礼经》篇里面来甲人讲，哦，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为自省焉。见好的人，咱就来教伊好；见歹的人，咱家己就反省。我有安尼无？那安咱就来改。哦，甲本章得先知章，不先知改的意志是正当。哦，人如此呢，即贤物不贤，贤物不贤。哦，贤物都可以比数。哦，咱哦贤不贤，贤不贤，拢会使做咱的老师。因书是导引向善，识人哦向识哎戒人向恶哦。因书呢是引导咱向善，啊敬戒咱人茫向恶。故言行善者，可以为书正中自彼的善良。言行啊善，言甲行啊善的人，可以做咱的老师，正中咱家己的善良。古人所谓用是用善之书，啊，言行不善者也可以为书，啊。啊，讲话呢，讲了未善，电工就讲个歹话，卖使做咱老师，早已改正，啊，早已改正己之过失，啊，早已当安尼呢，当改咱家己的过错。过之过也是个人所为，有是之书，即。就是叫咱家己来了解，哦，唔通揣安尼做，合其他讲，教了者，哦，忠善以救其性，教就是要互咱的善会当良，会当忠，哦，也会当救咱的过错，哦，救咱的过错。老子问：善人者不善人之师，哦，不善人者善人之师，不贵其师。哦，不爱读书，谁比你大呢？哎，姊妹，这是多注意，多得跟阿人讲。善人者不善人之师，善人就是咱做唔对一个老师。哦，哎，那不善人呢是善人之主，不善人呢，不善的人是咱做咱善的人，做认真做的人，也即个老师，也即个主要。不贵其师，不爱其主，谁无大美？咱爱尊敬咱的老师，尊敬比咱较高的人，哦，也唔下慢的人，哦，咱嘛就家己爱了解。安尼呢，做咱的主要，大咱当个小辈歹事，还是姊妹。安尼咱的人生才有价值，安怎行才会对？因咱来遮办。听来讲，三三破二啊！咱老婆娘，主会开天，酒会劈地，因为生命甲酒，哦，来到无味到天，已经七万多年经过老花，一花一万空八百年经过老花，七万多年拢无变。咱即回遇到上天大开慈悲，人讲福门大大开，有缘快快来，要予咱转去好个机会。咱能失去这个机会，好啊学，好啊修，哦，当然人生的这个生活一定来过，唔孤存的时间唔通浪费，尽量度人，尽量改咱的过错，尽量修身立德，使我咱这个短暂几十年的时间，会当真正返本还原。当然，希望这大是真正咱的五万万咱的希望，啊嘛是咱的机会，唔通一只，不再空空来浪费这个时间。
咱安尼，咱的人生的价值是对一件，你甲想看未？人生的价值是对一件，所以互咱呢，今仔日也著来讲到遮就好啊。啊，咱希望讲咱大家哦，等有时间会当看，会当研究，会当谈，是互咱真正会当去往终生，去往终生哦。安尼，咱的人生才真正有值得。哦，予咱真正哦，所有的过错、所有的业力来遮甲放弃，毋通搁再拖去，搁再拖去，即摆过来咧，要出去做啥物，毋知影。咱来了解，咱若讲要出去啥物，咱知影，咱毋知。毋是你咧办的，毋是你咧甲伊处理，咱毋知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一定爱向善，向多认真来修行，认真学。哦，咱接落去转去，啊，无咱真正活着转去。哦，三地大开普渡，是要予咱救得完成。哦，青皮转两页，红皮转两页。哦，从九字再完成一组，要予咱真正转去。啊，咱希望讲一班买房车若无坐转，一班买房车若无坐转去，毋知要等到何时再转。所以，我本地人在做做前面，放下刀刀的地心文，这是咱一句金色良言。过去的人都安尼甲咱讲，啊，我就安尼讲予恁大家听，大家了解，啊，大家记好。有人放下了刀刀，啊，地心文，啊，等下西方，啊，等下闽南老母娘，等下闽南做树爷。是遵守我老大人，至少是咱每一个人的五万哦。所以我的朋友们讲，就将心转入业障业障，心转入道障道障，有本难吃好啦，好药不能丢咱啦，拜认真做较重要啦。我那个想，真正伊讲的话，我大部分都接的。哦，伊讲心转入业障业障，啊，心转入道障道障。所以不要讲，咱有在做，咱袂转去，咱无在做，无咱转去，不要遐容易啦。上天绝对吼公正，无私变。所以我在三门勉励咱大家，大家拍拼，大家认真向前走啊！咱有咱真正转去，最后一班生命成功都方便。谢谢。好，大家晚安。